火箭少女101各成员粉丝团发表联合声明，宣布原定于11日晚的成团发布会因不可抗力无法如期举行，内容如下：我们与各位一样都无比急切的想要见到自己心爱的火箭少女，用倒数的方式迎接成团发布会的到来，但很遗憾的通知各位，官方通知不可抗力导致原定于7月11日晚的成团发布会无法如期举行，很遗憾也很抱歉，但迟到只会让一切变得更完美，